欢迎回来。这次我会分享这首《不如》这首的 fingerstyle 简单版本的弹法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最近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呢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当有新歌出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时间你可以听到了。